人不光有外貌和身材的美，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美有可能是你的在你的某个领域职业上那种发光发亮的那个点儿。对，其实美有很多种嘛，对吧？我觉得我们女人除了婚姻，我们还有梦想，对吧？所以每个人都有梦想，我也是，我们都是追梦人。所以说我希望更多的女孩，就尤其是那种胖胖的女孩，大家不要感觉自卑，也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最主要是你有一个心，你有善良的心，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你有一个可以追求梦想，不在乎一些外在东西，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不要靠任何东西，要变得独立自信。我们女人是最棒的，加油啊姐妹们。